比较快，南充的夜晚，风霜，风雨，在阿拉美，我开始走。 我们也恭迎，圣学机构、关圣基金、圣家女、我们的业馆，由我们的内部工具人把地方吸引来。
家，欢迎我们的张胜华，谢谢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都来丹莲虎峰山谷的一两段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一路平安，一路吉祥。希望今天呢，借由佛菩萨的加持，跟我们的众贤尊的波比台，跟我们 One More Happy One More Happy， 在新的一年有个好彩头，欢迎大家。以及我们的神尊莅临佛光山佛陀纪念馆，大家一路辛苦，一路平安。竹北拱义工范府千岁由共义竹委带领大家回到佛陀纪念馆，欢迎我们长祥哥。盛夏莅临佛陀纪念馆，由我们的廖大众来到佛陀纪念馆，大家一路平安，一路吉祥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明年春年年富，年年春年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I'm gonna go.
Yeah.
Thank you.